带着颜色的盒缝，一套拼图。对，然后呢，我打开以后，我拿出两块来，拿两块，我假如我拼成一正方形，体积肯定小了。好，它后边会发生什么？把这搁这儿。拿起来，再给它拼回去。OK， 把这两块拿出去了，体积小了，体积小会不会小呢？还恢复了原来的状况。然后呢？不相信呢？假如我一块一块的加进去，不可能再恢复到原来的状况。好，看后边会发生什么？拿起来，又恢复到原来的状况。这个又方形，刚才说了，我给它加一块，体积呢会大。我加了一块。好，又记住了，再加一块。两块。又恢复原来状况。